南方人来东北点菜不听劝，我提前跟你说好啊，少点，不够再加。哎，知道了。我靠，这什么饼48一个，我先来两个试试。哎，你疯了你啊？怎么了？吃不了，咱来一个就够了。有没有搞错？我们两个人吃一个饼吗？我来一个，他家14一个，够吃了。行，你别抢我的啊。好的，行。不怀好意的笑。再来一个羊杂锅，然后再来一个扒肉条，随便吃一口吧。你真随便啊，还得是你啊。你等着，你一会儿要食物了，我狂狂往你嘴里塞。行，好使。哎 ，later。我操，这是锅吧？这他妈是你？这是锅盖吗？我操！你还要脸啊？两个都给你送走了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们俩换一下吧。行了，不换，别跟我抢啊！来吧，开整吧。哦，真香啊、哦！别看这饼大，但是皮儿真薄啊，它这个外皮还没有那么油，皮儿薄馅大了再说。我还有吗？吃啊，你啥呢？我在想我从哪儿开始吃啊？你咬吧，都一样。怎么样？太大了，我没咬着馅儿。哇，真好吃啊！全是肉啊，那可叫一斤半牛肉啊，大哥。这个排骨条你不点我都要点了，它真香啊，黏黏糊糊老香了。这点菜排骨条，这点这点这个他得卷着吃，太么你会吃啊。嗯，真香啊。最后你来上一碗羊杂汤，走一个。太爽了。一天你净整这事儿，带你出来就没有空手回去的时候，下回出来我还点。我就靠你脑瓜了。